赛罗想要消灭德凯的计划果然瞒不住，歪嘴战神终究逃不过暴露身份的命运。有的人表面上是 TPU 技术部的招引优一郎博士，背地里却是酝酿大祸的巴斯特星人阿加姆斯。虽然被他跑了，我一定会回来的，但要是神功将自己拿过眼，招引博士会被判多少年呢？这家伙整的活不与光头强，如果他是人类被捕的话，肯定不是牢底坐穿，就是直接拖出去枪毙500回。那他目前为止都犯了哪些罪状呢？首先是捏造了招引优一郎这个身份。招引博士是来自未来的巴斯特星人阿加姆斯，在数百年后的未来，地球人进行宇宙探索活动，意外发现了斯菲亚，而巴斯特星和如今的地球一样被斯菲亚封锁。阿加姆斯认为斯菲亚是宇宙的意志，根本不可能战胜，于是将这一切都怪罪于地球人，选择与斯菲亚合作，并自己开发了一套时空穿梭系统，来到了如今的地球，使用招引优一郎这个身份混入地球和平同盟TPU， 以技术部科学家的职位进行潜伏，利用低阶计划001的开发代号之名研发大型机械兵器，以方便达到他自己的某种目的。这其中首先就包括了伪造身份信息以及间谍罪。さっき言ってましたよね。太陽、虹、雲でしたっけ？在我们大天朝，伪造假身份在一般情况下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。像阿加姆斯这种情节严重的，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另外说说间谍罪 ，TPU 虽然是近年光国成立的防卫组织，但其获得了各国政府的大力支持，所以如今的 TPU 可以看作是国家重要安全保卫机构，为境外的机构、组织人员窃取、刺探、收买、非法提供秘密情报等，处5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。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。像阿加姆斯这一种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、情节特别恶劣的，可以直接判处死刑。阿爸哟，招引博士还没开始整活就已经要被枪毙了，那我们就来展开看看他整的活够枪毙多少回。这里就需要从头讲起，有关于特拉菲扎这台机器人的故事。事情还得追溯到10年前，当初为了对抗卡尔米拉、达贡、希特拉姆三位黑暗巨人， TPU 以意外降落的特攻机3号金果桥军械库定制版作为参考对象，规划了新式作战武器。然而随着特利扎战斗的结束，初代精英胜利队的裁员以及机器人太过强大的反对声浪，导致该计划遭到了取消。直到1年前，为了应对斯菲亚的入侵以及德凯奥特曼的出现，招引博士便抓住了这次机会。在其努力下 ，DG001 的开发计划得到重启，由他本人负责策划和设计，然后交由特务三克负责开发，在加入胜利失去的操作数据后，到了完工阶段。拉菲扎在被运送到 TPU 第一训练区进行操作测试的途中，遭到了加塔多的袭击，之后又遭遇了雷巴萨的拦截。才刚出手的特拉菲扎，其他的 AI 实战经验不足，于是由汉乃斯郎担任系统指挥进行作战。经过2次战斗，招引博士以更新特拉菲扎的战斗数据为由，成功窃取了汉乃斯郎的所有加密情报。在这之后，达到目的的招引博士直接不招了，老子邪恶外星人，老子摊牌了。招引博士利用非自身滑稽，剥夺了哈乃斯郎对特拉菲扎的操作权限，以阿加莫斯的真实身份操控机体，伙同斯菲亚袭击了德凯和精英胜利队。特拉菲扎从设计之初就是招引博士为了针对德凯专门打造的 AI 兵器。招引博士的计划执行得非常顺利，在他变脸之前演得人畜无害，不看剧透谁能想到社火竟是反派，直到穿越而来的人叔及时救场，打乱了招引博士的节奏。わーり待たせちまったかな。到目前为止，招引博士的罪状包括但不限于之前说过的伪造身份信息罪、间谍罪以及非法获取军事秘密罪、抢夺武器装备、军用物资罪、武装叛乱、暴乱罪、以窃取、刺探、收买方法非法获取军事秘密的，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；情节严重的，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；像阿加莫斯这种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；盗窃、抢夺武器军备或者军用物资，情节严重的，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；像阿加莫斯这种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甚至是无期徒刑或者死刑。组织、策划、实施武装叛乱或武装暴乱的主要分子，或者罪行重大的犯罪分子，另一种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。像阿加姆斯这种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的，可以直接判处死刑，从重处罚。而招引博士已经不光是危害某个国家或者人民，这货已经到了反人类、反地球的程度。综上所述，应该够他枪毙5-6回了。但以上就是根据咱们大天朝的法规来判定。像一些欧美国家的话，没有无期徒刑和死刑这两种处罚方式，他们喜欢给人不断增加刑期，数罪并罚，叠上数百年。招引博士这种情况，判那个5-600年，甚至上千年也有可能。作为一个寿命未知的外星人类，能不能活着撑满纪念期，只能看他的造化了。德凯奥特曼播出刚果版，招引优一郎的故事并未结束，没过几集又将出来整活。ただの復讐だよ。私の過ちとともに地球を宇宙から消し去る。この命に変えても。レディアが望んでいると思うか。
こんなことをしてもレリアは貴様がその名を呼ぶな。阿扎穆斯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反派，不排除后期会有洗白的可能性，所以德改的剧情走向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好了，以上内容仅供娱乐，阿兹在法学方面并不专业，有任何错误的地方欢迎大家指出，喜欢的话还请点赞关注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